中国国家跳水队的全红婵。好，可以可以。全红婵都美成大姑娘了。3月4日全红婵拍摄广告的花絮视频曝光，她先穿着队服，对着镜头自我介绍打招呼，一开始说得好好的，说到最后就忍不住笑场了，奇奇怪怪可可爱爱，让人忍不住跟着她一起笑起来。之后她换上了灰色的家居服套装，和小姐妹们嬉笑打闹，正式拍摄时则乖乖站着，露出了平坦的小腹。虽然婵宝才16岁，但相比之前真的长开了，变漂亮了不少，希望她克服身体发病难关，下次比赛也拿下好成绩啊。